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蜂蜜芥末煮蚊子。今天来吃的这个是爆 Q 他们家的鸡排，然后把它做成那个咖喱鸡排饭。然后这个咖喱我有加那个韩国辣椒粉，然后也有加那个就是那个有再给它多加那个印度咖喱粉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薯条啊，是因为我看韩国他们有麦当劳有出一个双酱巧克力薯条，那因为我们没有，所以我就自己做，就是用那个日本的那个双酱巧克力，然后我自己做。然后这个是 cheese 球，也是爆 Q 的啊。饮料配的是这个王老吉凉茶，这个是大陆的，蛮特别的，所以想说买来喝看看，没喝过。去给他买来喝看看，这样。先吃看这个双酱巧克力薯条，这样吃真的蛮好吃的，甜甜咸咸的，蛮特别的，先来吃一块这个爆 Q， 哇，鸡排给它沾的那个，好吃。觉得应该再给它多淋一点咖喱酱，让它浓一点。好吃。它爆 Q 这个超厚了。它原本的那个蒙特梭咖喱那个，我觉得没有很辣，我自己又加了一点
韩国辣椒粉，我觉得这样更香，有点韩式咖喱的味道。干杯！嗯，这王老吉凉茶喝起来很像那个清炒茶，嗯，带有甜味的清炒茶，吃爆 Q 的这个起司球。这样吃起来很香耶，里面起司味道淡淡香香的，没想到这个爆 Q 他们家的鸡排真的蛮好吃的，而且配这个吃蛮好，刚好的。这有点像仙草蜜的那个汤圆，觉得喝起来有点像。它那个起司球里面的起司吃起来就是会臭臭的那一种，还蛮好吃的。好啦，我今天自己把爆 Q 的鸡排做成咖喱鸡排饭，然后又尝试，就是模仿人家那个韩国的
麦当劳的双酱巧克力薯条，我觉得那样吃起来蛮不错，咸甜咸甜，蛮特别的口味。那也推荐给大家，那可以自己小小的做一下变化，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吃也蛮好吃的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拍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就欢迎订阅跟按赞哦，拜咯。